Yeah，就像海沙堆砌的辉煌城堡，凌乱线头外侧美丽的刺青，就像你兴奋地打开了瓶中信，结果信里面写满了三字经。没有错，这个就是我，也许有点落差，不是你眼里的我。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，我尽力却没法成为你要我成为的。真的是我自己，我没有变来变去，有个我穿着盔甲戴坏超人面具。我是凡夫俗子，点不开圣人模式，只是在心里盘算着成为圣人的公式。并不难想象我真的不强壮，我对我更失望，当不成好榜样。 Hey Joey， 现在大家都鄙视你，但相信我，我比你更讨厌我自己，更好的更好的人，更好的人，更好的更好的人。对不起，是真的对不起，驷马难追的恶言想也吞不回去。如果道歉能解决事情，那天下太平色我不配你的原谅，这完全公平。不是人格分裂，二十四个比例，不是心里的魔鬼作祟，是我自己，是我自我毁灭，控制不了自己，对我是个杂碎，自己都不自己。我承认我是烂人，心里充满了恨，没有负责任的那些我会负责任。我很难过，因为我曾有选择，就当作帮我给我最难听的谴责。我很想保证不会有下一次，可是说真的我连自己都不太认识。我知道无济于事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知道无济于事，但是更好的人，更好的更好的人。有各自的软弱，没人不会犯错，只是没人敢说。这是人性，就算我努力想要跳脱，也只是藏得比较隐匿的黑暗的我，实在也抱不住火。我真的坏得彻底，但我更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止这样而已。还是想要表现得体，从自己做起，用微薄的力量影响任何一个你。也许我再也没有资格谈论不论断，人或善行无声，或如何成为更好的人。也许我再也得不到那尊重、掌声、良善的名称，在接下来的一生。也许我伤害了朋友，又失去了信。再也没有人愿意对我敞开心门，我也要尽我所能，从此重新从头做一个真诚对待他人的更好的人。